动画，玩新斗罗正版手游，别走错，是新斗罗。如果在噩梦中穿越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今生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当时就算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。才叫英雄，抬头，乱一战不休，回首，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不悔，再放肆拥有，守护你一家不由那。守的他，双身的烈焰出家，绝处逢生见招拆家，也不曾退后。慕白，这是早已注定的命运，无需自责。怎么可能？是领域局势逆转了，再打下去伤了和气就不好了吧。我们求和，这个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。冕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快去禀告宗主。好。笨蛋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改变计划，强攻。是。敌袭，坚守城墙。杀一个不留。毁灭真让人热血沸腾啊。第八魂技。
热血沸腾。走仔细点，别留一个活口。没想到三哥刚走，爸爸就来了。宁宗主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访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！爸爸，骨头爷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持续了整整两个时辰，损失惨重，超过三分之二的弟子殒命，而且伤亡数字还在不断上升，外出的弟子不断传来噩耗。这个时机抓得太好了，正好宗门内四成弟子都在外办事，内部空虚，要不是巡逻弟子及时示警，再加上唐三之前提供的暗器，我们说不定就被全灭了。爸爸，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是哪方势力有这么大的能力？其他宗门也不可能啊。是他们动手了，除了武魂殿，还有谁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实力？他们不止调集了下属的魂师，还有下四宗的人。昨晚前来袭击的足有四名封号斗罗，若不是靠着古书和剑术，骨头爷爷，您的手……我没什么，休养一阵就能复原。但是陈星那个老家伙，剑爷爷怎么了？剑术品质重伤。重创敌方三名封号斗罗，击退了他们，自己却失去了右臂。哎，幸好老命算是保住了，他现在还强撑着，护送剩下的宗门弟子和物资撤离。武魂殿如此心狠手辣，看来是势在必得。我此来是专门提醒大师的，
他们既然对我们七宝琉璃宗动手了，那么你们蓝电霸王龙家族恐怕不好。赶快通知贵宗吧，他们一旦动手就绝不会给我们缓过来的机会。所以我决定将宗门迁入天斗城，托庇于帝国。弗兰德院长，大师，我们先走了。蓉蓉，你暂时留在学院吧，这里安全。等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再来接你。爸爸，我可以。听话。七宝琉璃宗一战，共派出魂师10000名，包括下四宗门人1000名。我方至少4000人殒命，伤者也在3000以上。4位长老中的3位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，不得不暂时撤退。废物！去了10000人，还是偷袭，损失却是对方的1倍。蓝电霸王龙家族呢？小五，5年了，你还好吗？我终于能来找你了。老师说过，星斗大森林中心的魂力最为充沛，适合魂兽修炼，所以越强大的魂兽就越会居住在靠近中心的位置。只要我一路笔直向内行进，就能找到小五你了。
二龙没事吧？悲伤过度，让他继续静养吧。慕白他们呢？夏四宗里除了象甲宗，其余的都在星罗帝国。慕白和竹青回去查探了，刚传来消息，夏四宗早已完全控制在武魂殿手中。上三宗一个归隐，一个重创，一个被灭，魂师界人人自危。不少自由魂师也选择加入了武魂殿，再加上武魂殿本身的实力，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陆上超过七成的魂师力量。被灭，小刚，你们？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满门1800余人全部阵亡，唯有少数在外的子弟幸存。天斗帝国第一时间派来军队帮助掩埋，祖热的尸体怎么埋都埋不完，宗门更被洗劫一空。我父亲身为宗主，连尸体都未能保全，身上的三块魂骨被硬生生剥走。先是七宝琉璃宗，然后是蓝电霸王龙家族，武魂殿连师拉手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难道是两大帝国？想必他们早已不满足于现在大陆的形势，要进一步提升地位。以他们所掌握的力量，确实足以与两大帝国抗争。派出8000人奇袭蓝电霸王龙家族，进攻前未被对方发现，成功将其全部抹杀。我方损失了3000人，其中九长老与对方宗主同归于尽，遗骨已经运回。好，好一个上三宗！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不愧是老牌宗门，竟然让我损失了超过7000人，真是很强大啊！老师，您别生气。虽然我们损失不小，但总算拔出了眼中钉，并且强力震慑了两大帝国。等我们继续积蓄力量，两大帝国必会被我们渗透。只是，还需小心他们狗急跳墙。命令天斗城武魂圣殿收敛一些，不要轻举妄动，随时监视天斗帝国和七宝琉璃宗残余者动向，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。下去吧。遵命，教皇冕下。猎魂行动暂时告一段落，下面该开始我们的渗透计划了。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听说有人要找我切磋，别急，先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，就能快速地了解招式及魂技提升。你们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朋友，我才告诉你们的。来吧，万剑归宗，让鱼再下得大一点。Thank you.
武魂殿对外发表声明，要严查毁灭两大宗门的凶手，谁还会在意真凶是谁？你准备怎么办？想必他们还需要些时日搜索。那你现在便赶去支援他们吧。长期与强大魂兽共生的蓝银草竟然产生了紧张恐惧的情绪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森林里必然出现了对他们而言强大又陌生的事物，魂师界必会因此掀起轩然大波，该是一场恶战了。